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前滚翻的练习方法啊。首先，咱们先把前滚翻学会啊，然后借助高垫，咱们练习高度啊。走的时候啊，双手撑住力，然后翻的时候一定要低头啊，使劲低头往下看。先把这个练会了之后，然后再把垫步和那个抱膝加上。抱膝的时候一定要把膝盖分开啊，以免磕到脸部啊。接下来我给大家示范。喜欢的给个双击呗。今天给大家再分享一下这个走法的发力啊，走法我们就是说，我们打过去，回来的时候啊，也要有一个发力。当然我们回来的时候要用到我们的，也要用到我们的胯啊，让我们低一下过去，低一下过去，回来要用到我们这个胯啊。当我们身体要放松